全谁人知？你袂用阁踮伫遮，赶紧离开。哥哥，咱后会有期，一路保重。保重。就是台死火煞的钱，拢是我汉做的。惹了这人，就是五马分尸。启禀皇上，老公公回来啊。小罗安哦，无代志，伊阁运回来一具尸体。尸体？啥物尸体？五汉。我怎样死的？伊是被乌仔毒死的啦。乌仔毒死？嘿，俺对来阁想办伊啊，应该找个方式。但是证明一件代志，鬼甲乌鸦无关的。这位先生讲，乌维勇自考证乌出白骨，
乌鸦的消息啦，大家拢认为是鬼在控制乌鸦，鬼灭乌鸦山。不过今年乌鸦又出现了，无掉只乌鸦是把你鬼舞出来呢？皇上，鬼只有暗时才出来，光头白日都会来鬼。那不是鬼，只乌鸦都会来，是人。人？是有人在控制乌鸦。弯掉的铁玫瑰，都这个本事。铁玫瑰，我杀他个万死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皇上，你看，你看，伊只有一个赤鳞呢。一只鹰，黑到皇上，我带您进来啊。哦，哎，老公公。就这么讲，皇上，罪行该死。哎，别闹开。太医讲，你和我怎样？为娘有罪。国母皇上如此关爱，唯有只有肝脑涂地，义不容易。今仔不是你救驾成功，就可能已经叫乌鸦毒死啦。那是皇上放福祭天，也是上天庇佑，才会乎最新的马车正拄好经过。足侪人看到乌鸦。骑到走哪飞嘞？顶多是你啊，唔惊死，走来救驾，就凭你的忠心，朕都会好好奖赏你，朕让你官途万劫。为用一点代罪立功，唔敢辜负皇上对为用的信任。这个钱。一个月认得袂，都是这个钱写着你的。这是我汉的钱，也就是写着你的钱，是我汉要害你。我汉无可能，迷信对真好。你还敢相信？伊是官调的干涉哦。官调的干涉，伊的肩胛头。有吃一只乌雕，乌雕，乌雕。啊，你敢知乌雕是啥标记？蒙古人有歌，乌雕乘风。乘风。风者，南风也。南风，就是公主。皇上。元顺帝有挑选一批乌雕勇士，专门在保护南方公主。我阿妈是乌雕勇士，那呢？伊甲南方公主是皇上。南方公主就伫咧京城，伊的身躯边一定有带一批乌雕勇士，找机会行动。南方公主，皇上。抓贼心擒王，只有尽速将南方公主抓起来，才会当消灭这个恶势力。踮这个派人专城搜查。皇上，皇上唔免大动干戈，只要有一个人肯出马，就会当抓着南方公主。什么人？刘碧云。刘碧云。是。皇上，刘碧云私藏南方公主，已经犯了大罪。伊阁绑走南方公主，更加是罪上加罪。虽然讲皇上宽宏大量，无要追究伊的罪行，啊，不过伊嘛是有责任将南方公主交出来。
对。刘碧云的本事真大，找一个公主，会用讲是易如反掌。老公公，你讲是我和永吉下欧大林？是啊，是我亲目睭看的。不过我会记得我和钱是你收来。嗯，是啊，也不过啊，伊又搁抢转去啊。我和龟身搁有白条的，是要怎抢？迄个时阵啊。迄群乌鸦飞来，因为我足惊，啥物拢无看的。哦，无一定啊，是乌鸦把迄条锁剁断的啊。乌鸦替吴汉把锁啊解开，因为迄个时阵我足惊的啦，我无看的，无一定是还阁有人。有人？你看到？无啊，迄个时阵鬼拢暗蒙蒙的啊。我啊，既然要替吴汉把锁啊解开，是安怎阁要甲毒死？因为我啊是真生啊，真生就有可能会起痟。我啊会起痟，我看是人起痟。谁起痟？迄个养控制我呀！起笑，我看是人起笑。谁起笑？迄个会用控制乌鸦的人。对啊，是，一定是。也毋过我感觉真奇怪，吴汉是你阿调的。是安怎乌鸦敢毒伊，无毒你啊？因为迄个时阵，我就惊的，所以我秘伫一个茶桶内底。啥物款的茶桶？是一个装酒的茶桶。遐附近无人卖酒，倒位来酒桶？无一定毋是装酒的啦，是装水的。我无想细看，遐附近根本无人放汤啊！老先生，你哪会知影哈？老佩阮精通风水，遮尼侪年的习惯，我每到一个所在，我都会斟酌观察附近地形。遐附近根本无水塘，唔是人挑过伊坑的。是有人载茶桶经过遐，好啊，惊到把茶桶落在涂骹。你知影，迄个时阵街仔路是足乱的。我听牛牛讲，顶一届江南闹鬼，你惊到昏倒。是啦，你将来哦，大家拢叫我是无胆的。我一看到火就昏倒，你一看到火就昏倒，上一届你看到吴汉尸体，你拢唔惊？你不但唔惊，这连脆高高的尸体，你阁看得真清楚。迄无法度啊，我一直爱把伊尸体运转来啊。迄个时阵，我是惊到屁屁喘。
所以你不但看，搁看较清清楚楚，连身上的赤字，你都看到。你讲的嘛对吼，我嘛感觉足奇怪，是安怎？即个我拢袂惊哈，哦，无一定我会打练出来。是打练出来啊，还是你本来就真大胆？老先生，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敢那是讲我伫讲白贼？我唔是这意思，我只是感觉真趣味。什么真趣味啊？一个平常时这么无胆的人，突然间变啊这么大胆；一个平常时看到血会昏倒的人，即马看到脆骨骨的尸体，不但唔惊，而且看啊这么紧张。你讲，这毋是真趣味？我唔知影老先生讲这句话什么意思。这只有一种解释，这脆骨骨的尸体。真有可能清清菜来同提起台，无人会注意到伊身上的赤字。这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所以你就跳出来，把赤字记予皇上看。是啊，就好笑呀！看一个赤字有啥路用啊？这问题问得真好。看赤字有啥物路用？谁人要皇上看一个赤字？老先生。你根本是了乌白乱用，老公公，你看你下头拢出汗，紧吃一个。哎呦，啊这天这冷冷，你哪个会出汗？老先生啊，你敢来管甲伤济哈？哦，我卖管，我卖管，卡免互你讨厌，吼，我卖管。老先生，皇上召见。叩见万岁，万万岁！进，谢万岁。唔知皇上召见微臣，有何贵事？这几天，我哩无闲王爷代志，有一件真重要代志，千万别记啊！重要代志，皇上的意思是，那个元朝的公主叫啥？叫南风，对，就是南风，随个抓起来，在还没三天之内，就会逮捕归案。三天，三天的时间已经够长啊！如果拖落，林家听到风声，闹跑。阿姊啊，你唔接旨？以臣改旨，以臣遵旨。公主若交出来，你的代志一笔勾销；若交不出来，我门抄斩。铁兵皇兄，以臣就勾心计了。哪呢？今日将你拆作八块。阿雄，这个你一定要走，心急如山，这不是工程桥。要走，咱就另走。我是朝廷的大臣，我袂当独拍责任。你紧走。你不走嘛，不走。阿秀啊，你怎袂听我的话啊？我哪用在这个时阵一个人走无管你啊？你留在这，你无得甲我斗相共，你只是白白丧死，你知无？无一定能够有想出什么办法出来啊？无办法通想啊！皇上要治南方，我甲南方交出来，伊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交袂出南方，我就是控制起军，我就是死罪。天造啊！苏兄，你袂用死啊！阿秀。我无法度顾遐尼多啊！我答应过师父，我要好好保护你，
我即马连我家己性命我都保袂住，我袂当拖累你。想你紧走，你紧走啊！祖兄，你今日一定要走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头前。阿秀。祖兄，我拜托你。你给我留在你的身躯边，好无？阿秀，祖兄，你在这里怣啦？我死只是一条命，但无奈是，那是关系到千千万万条命，你知无？那条虽然已经断，也不过。南方的各个牛王，搁带千军万马守敌云南。皇上为了甲想要出兵攻打云南，是我一直阻挡。卡苏真是拍起，你敢不知死偌济人，会流偌济血？我希望咱用骄傲的方式，抗衡牛王。卡苏南方搁我咧，我都有机会来化解万民两条的恩怨。南方若死，牛王一定为南方报仇。迄阵这场战争都无法度避免，所以我甘愿牺牲我家己，控制旗军。我嘛要阻止这场战争。祖兄，祖兄，那一定爱死。我陪你做伙死好吗，祖兄？阿秀，祖兄，祖兄。还能更清净，有你这个师妹，我一生拢满足啊！祖兄，祖兄，你不是真情，你敢用答应我一件代志？我无想要做老骗我的苏梅西，我想要做老骗我的亲生夫人，为你做回事，不要，你敢愿答应我，好不好？我辛苦你，唔捌离开过。我即马甲伊交还我哩，希望伊能给你带来平安。苏阳，苏阳。Thank you.
来宾。哎，老公公，哎，坐啦，免多礼。皇上，命我送一挂礼进来。啊，真是风温河东。姐，已经下皇上啊，命老伯温三更以来要交出两个公主。这声老伯温是温死。哎呀，这老伯温啊，敢真正给两个公主交出来啊？我捌去过因家，迄个阿秀甲南风亲敢那姐妹啊，伊无可能答应老伯温安尼做。也不过到生死关头，保命较要紧，无一定又着去老伯温。老皮文这个人啊，读圣贤书，伊一直以君主之道自律，所以讲，你看伊的大胆收留南风，都是因所为义气行事。伊甘愿家己死，也无可能出卖朋友。安尼讲起来，咱就一定赢。要无我这个智商，敢会是白听？这老伯温哦，就伫投票呢，伊讲会阁变出啥物鬼计啊？哼，我已经替伊算过了，伊是一个义气之人，所以讲无可能出卖朋友。伊是一个忠臣，当然阁无可能畏罪逃走。伊阁是一个多情之人，伊一定会给阿秀一个名分，然后夫妻双双赴黄泉。那呢？伊就真正是无路通行啦。皇后回乡祭祖，不在宫中，无人有法度通劝皇上。这拜头撇温，真正是命中该绝。只要咱拄到老伯温啊，就啥物都免惊。哎呀，你知影无？这老伯温啊，开始伫怀疑我。什么代志拢无法度瞒过这个老皮温，这个人非毒不可。哎呀，你和皇上啊，下这道圣旨，那呢，老皮温一切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啊。去准备好咧，老皮温就要成亲啊。成亲？是啊，我伫这诚恳邀请你阿爹做阮的媒人。我是做欢喜的啦，是讲啊，媒人是查某的啦，啊，无你叫人无叫落去做好啊啦。袂用你呐，梁红公你袂用出面。为什么呀？哎呦，为你梁红公你袂用出面就对啊啦。我不对哦，我提一个小票证。什么？成亲？是啊，我都要跟阿秀成亲啊。先生，是不是出什么代志？无啊，无出什么代志。唔对。一定有什么代志？我要娶阿秀，敢当会出什么代志？伊对我这么多年啊，我嘛应该回一个名分。阿秀伊捌甲我讲过，先生一直拒绝这门的亲事，因为判官都判好，你今日会连累阿秀。我听了后真感动，先生真正是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。那个时阵，甲即卖时机无同款嘛。朱元璋，尤原是朱元璋，判官尤原都判好。我即卖受到皇上的信任，一切拢真好。我感觉
是应该娶阿秀的时阵啊。先生，虽然我目睭看无，也毋过我心内拢知影，你是瞒我袂过。你若无技术较好个啥，我可以落来紧，啊无变啊做袂啊。好啊。哎，阿田啊，一几只小饼哦，还你阿弟只只枵的啦。出来哩。哦。哦，有够枵的啦。你下到夹袂拢袂哈。是来。苏燕，海安啦，有官府的人来啊。啥物？官府？是啊，苏兄，我看来就这人，我赶紧来了。无代志，无代志啦。无代志，我看来就这人，你都讲无代志。苏兄，还有啦，因今天是阿爹问话，刚才是要问那皇宫里的代志。阿秀，你别烦恼，因是来这买小饼。买小饼。我看伊提钱出来啊！因来这吃烧饼，敢怪付钱啊？啊？阿田啊，这小心欠的，连工才给你啊！哈哈哈！讲什么欠什么小嘛，有人过来呢哦！阿秀，阿秀，阿秀，阿秀！你无代志啦吼？我无代志啊。好，啊，讲遐官府的人哦，官你两个口，干来遐给你这善良的老百姓哦，真够够。阿秀，这款代志哦，我直直拄会到。听人咧讲，不怕官，只怕官。遐官府的人位置是这尼个细，啊老先生的官位是这尼个大，你哪去惊因啦？敢讲你无信任我？哪有？我若是无信任你，我哪有可能找你做媒啦？也毋过到今啊，你阁毋肯教我实在话啊？阿田，阿秀，你甲我当做外人是？有一挂代志，总有一天你就会知影啦。等你把酒喝完，你就会当了解。就南方公主，咱就无好日子通过。伊走袂去。其实讲起来，拢爱怪迄老佩温，若毋是收留南方公主，哪会了出这么侪代志？吴大人嘛袂受伤，新大人嘛袂惨死。老佩温，三天后。看你变哪搞搞的！
我向皇上禀告，咱两个是真啊。嘉欣哦，你甲皇上讲。安尼，咱要赴死的时阵，才是名正言顺的阿婆啊。多谢你，叔兄。你看，你嘉欣是一个烟斗阁飘飘的老骗魂。叔兄，你昨无应该遐晚，今仔阁遮尼早，你莫伤忝哦。你免烦恼啦。人出来，人出来。你紧入去，甲门关好。嗯。较细腻哦。要不去行？阿四姑娘，哎，南方姑娘，阿珍，是恁哦，老先生嘞，我虽然拄啊进宫去啊呢，伊跟我约好啊呢，哪会出去啊？跟你约好，敢有啥物代志是？咱日来才讲。阿珍，你先回去啦。是啥物代志？我袂用听信。等我回去再跟你讲，好不？哦，好啦。那你另外讲，卡细腻哦。来，南方姑娘，慢慢行哦，细腻哦，下楼梯哦，来坐。南方姑娘，你跟我孙阿约好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昨晚先生为我针灸的时阵，把真相都甲我讲啊。什么真相啊？伊为什么要带你的真相？我孙兄甲你讲，伊阁叫我莫互你知呢。啊，先生伊本来嘛唔肯讲，后来忍袂住才甲我讲的。孙兄若要甲你讲啊，甲你讲这要创啥？安尼毋是会增加你内心的艰苦？阿秀，你是安怎想的？我当然嘛是要对叔兄斗阵死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死？心急如山，不管安怎讲，阮总是袂用把你交出去啊。阮叔兄讲过，做人爱讲义气，袂用出卖朋友。伊甘愿家己死，嘛袂用让你流离凋零的手头。所以，伊才要带你。阮孙兄讲，临死之前，伊要给我一个名分。阿秀，圣旨的期限阁有几天？三天。三天。三天以后，阮夫妻就要同赴黄泉啊！阿秀，我无记得你安尼做，你甲我非亲非故，何必为着一个弯掉的公主白白牺牲呢？你为元朝报仇，这是忠；你为元顺帝报仇，这是孝。阮孙兄老皮温上敬佩你这种忠孝相全的人。袂用安尼做，阿秀，你赶紧劝老先生把我交出去。南门姑娘，你嘛知阮孙兄个性，伊是绝对袂做这种代志的。阿秀，我求你，袂好啊！为什么？阮孙兄已经入宫求皇上赐婚啊！明仔载，阮就拜堂。后日，阮就要斗阵主持啦。
上有啥物吩咐？我找老朋友啦。是。皇上。你哪个回来？启禀皇上，老朋友已经来啊。叫伊入来。是。老大人，请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老朋友，乌雕武士搁心都暗杀，你知影无？南方公主有抓到无？查无踪影。抓无人，你敢来祭奠？启禀皇上，微臣是来送喜帖。你讲啥？启禀皇上，微臣要成亲啊，特别来向皇上报喜。叫你抓人，你唔抓，颠倒无用，甲你分尸。启禀皇上，人我是抓无啊，要死之前先带一个宝。吼、哦，讲你这個人有够自私的呢，啊，就是你的师妹呢，顶过会当饶伊一命，伊若嫁乎你哦，就是恁某呢，这些满门抄斩的呢。所以微臣早请物件来。你啥物件啦？公路婆，啥人公路婆？老佩阮的公路婆。哦，老佩阮啊，你的公路干遐多啊？还佫有真多，微信拢袂记。这就奇了怪了，大面开国时阵哦，顶无遐大臣哦。祖表公路，大家上知啊，就要去王家呢。敢你啦，强我无讲。啊，今仔是安怎？面皮变厚的哦。啊，公路写敢那一大堆啦，啊。启禀皇上，生死关头，面皮袂用的无够。你到底想要创啊？用这么多公路，我一道免失败。免失败。你到底想要创啊？用这么多公路，我一道免失败。免失败？有真多武将，公路无比较多，也毋过因有免失败。微臣有这么多公路，我一道免失败，天经地义。老朋友，啊，你较水面，南方公主你抓袂到啊，这就是控制气氛的，三点头无够害，一道免失败，我就求你啦。皇上，微臣我这道免死牌，不是为家己，而是为啥？为妻，为恁某。老佩为用全部的功劳换妻一道免死牌，请皇上成全，请皇上成全。请皇上成全。OK。谢皇上。上阵身躯边哦，将无变失败，叫人做了。啊，唔免，只要皇上写一道圣旨就好。哦，安尼嘛好啦，较免麻烦啦。叫兵兵太监入来啊。哎，不应该，这一定要皇上亲笔才会使。我是安怎的？因为微臣惊皇上事后不认孝。老佩文啊，你安尼敢会上超过啊？你唔敢是这种人？请皇上下罪，事关生死，微臣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度君主之腹。啊！哪有咧大臣哦，为遐皇上下圣旨的啊？微臣该死，请皇上成全。好了好了，
我想。啊，是要吃啥？恕老佩阮急车免死。哦。老伯安怎吃？啊，顶管一个包。皇兄等一下。有遐济哦，够烦嘞！哎，后厝想要搁洗楼啊啦，好无？拜托，真麻烦呢。哎，赶紧来，紧来啊！哎，多少钢筋？是嘞。哎，姐吼，有哎，小姐，好，安尼敢袂使？好，哎，色底也同款哦，哦，关节也相同啊。准好，好，洗脸，快洗脸。我搞一瓶诶，较倒酒诶。好，阿你喺厨房遐去共我看卖啊。伊阿头小甲我抓者。好。来，洗你哦，吼。放心啦。我水诶啦。来，再共我倒半者。好，来。哎，较紧团诶，唔是啦，较近这边。对，阿姐爱洗过哦。阿秀姑娘，迄日大概差不多啊，阿佫有啥物无用无？你甲这两个红花去遐夹夹咧。好。对。阿水阿去。苏雅，你回来啊！你看，阿秀，你这是？这是我亲手做的喜字，够水。水，真水。你看，这所有红花嘛是我家己家的哦。阿秀，咱的婚礼就是咱的葬礼，何必这么麻烦？苏雅。我不准你讲这种歹格调的话。只要有一天的性命，我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老妇。阿秀。孙雅，你提这是啥物？我这是信纸。信纸？赶紧叫我看卖。是为着我去丢这道圣旨，我哪有可能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？君爱生死，心不死不忠；君爱生活，心不得不活。啊，不过这道圣旨管袂着我的死活。也不过这道圣旨，就当救南方姑娘的命。